启德的新楼盘维港商转，有现楼睇，去睇下。项目由中国海洋发展提供702伙，间隔由开放式去到三房套，嗰度就有啲隔音屏，呢度会所。预计嘅关键日期系下年三月。成个环境靓嘅，好，好够晒。几架 A 室紧处。493尺，入嚟有个小玄关啦，直行就有一个长厅，外面一个比较大啲嘅露台，望出去就海景，呢边就向翻东，望翻九龙湾嗰边，楼底就3.15米，浴室就好企力，混石面，呢间就睡房，大嘅玻璃窗，望出去就永久海景，前面就启德海湾。呢边就主人房，景观差唔多，最十花就可以望翻个空中花园，直出个出海口，感觉就 OK 嘅。厨房就长形嘅，又靓仔嘅，同埋窗够大，做晒 L 型嘅橱柜，煮食炉明火嘅，牌子几好嘅，水龙头就差啲，唔系新宿嘅，改咗佢啦。诶，有装修嘅呢家，哇，一个长厅，好阔啊！呢家系440尺，两房开放式厨房，有一个大露台望出去景 ，OK 喎，可以顺住海翻行去九龙湾，转过嚟，呢个系一字型嘅厨房，几细。做咗一个趟门，哇！浴室比我想象中大喎、啊，呢、这个睡房，主人房呢边整咗衣柜，似呢啲海景两房，你估下卖几钱？有装修嘅，301尺一房，长形嘅厅啦，摆咗张高台，一字型嘅厨房啦，台面就相当细，你见到堆满晒，冇嘢做。sofa 电视，大嘅露台位望出去，最主要望翻个拍船位，红磡同埋尖沙咀嗰边。主人房。呢间就有装修嘅，基本上一个人住就好舒服。浴室呢边有窗，开放式，247尺。呢边一字型厨房，一眼睇细嘅厅房。哇，个露台好大，景观海景。主食位都是偏小，简单煮两味。浴室就好企理，同埋佢功能就摆咗几多，做咗干湿分离咯。下面就是洗衣机，上面就有啲储物柜。再行前少少就有一个好细嘅淋浴区，佢系三角嘅推法，可以坐住冲凉。good 啊呢个。开放式坐低唔扎脚啊，入到嚟冲凉呢个位 ，OK 嘅。楼就睇完，你又中意边个间隔？可以留言话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